哦，上面有王哥，等一下，动什么？哇，上次掉188掉点怎么变成这样？不会吧？那188还在吗？应该都在那区域了。算了，先丢丢看。拖拉机先来几番，边边搜寻一下。哎，这样没有炸到，没有炸到，第一发就炸了，炸了。我换另外一只菊花正吃神器，这里那个上次拿来钓无过鱼的菊花很好用，试一下。太容易挂底了吧。现在怎么变这么难钓？以前很好钓，现在真的不适合了。哦，上面有蛙哥，等一下，动什么？不敢锁太死，怕断了。不叫。嚯！拿不回来。手很酸呢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先准备鱼夹，八九鲤鱼啊，靠！那个瓜子能量片实在有点瞎，鲅鱼神器啊！我以为它是专门拿来钓无锅鱼用的，没想到是拿来鲅鱼的，太扯了！啊，不过那只鲤鱼很冲哎，超冲的！我再丢丢看，我再丢看看会不会正吃啊？那个鲅到的实在是没嗨。
Nope. 来，再来。正式一下呗。这个鲤鱼不知道会正式吗？光神亮片应该有机会了。上来，哦，来哦，这边。这米诺顶盖直接钓乌龟鱼，讲是足固定性的代志。哎，直接来，最后了，十发没有中，下课。OK， 来哦，开始，第一发。来，第。第一发就残钩了，来第二发，第三发，再来，哦，他什么？我哩嘞，我就是钓底呢。我靠，喷起来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冲成这样，正吃嘞。我靠，鲤鱼哎，正吃米诺。哦，这个管在这里有用啊，帅啊！正吃正吃，哦。正吃啊，好，我赶紧把它放回去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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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笑啊！拜拜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哦，鲤鱼正吃米诺，我本来是要钓188，居然鲤鱼正吃米诺，太帅了！好了，不过天快黑了，我们也该下课了。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下次见，拜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钩子，你看，开掉了，都开了，欸，靠！不过好险，我钓起来了，睡了，棒棒的。